这次雨点妈又送了我一些她做的太妃糖，谢谢雨点妈，老板大气。我本身是个胖子，所以控制自己的糖摄入量，基本是杜绝 candy 这种零食。但是我对太妃糖实在是一点抵抗力都没有。我最爱太妃糖的不是味道，而是口感。您先听这声，我再给您描述。这个糖体是那种崩裂的脆，而杏仁是那种坚果的脆，所以它脆的还有层次感。您看这里边的大杏仁，外面卖的太妃糖大多使用的杏仁碎或者杏仁片，用这么大颗的杏仁，就这么对口感的提升，真不是一点半点，这都是成本啊。台湾话这叫佛心来的，点赞。